周杰伦的某一首歌里面说 rap， 因为我们都知道陈奕迅的 rap 很好。我，你问我周杰伦的 rap 怎么样？不是，你是不是会想在周杰伦的歌里面说 rap？ 啊，如果有机会的话，也很好。既然说到这儿，我不知道陈奕迅今天可不可以现场跟我们表演一段 rap？ 好。好，随便来一段都行。好，我会唱我们组合的新对我们新录的对暴风里的 rap， 欢迎一下 ，ready？ Stop that top down pain 누구도나를믿어주지않으니세상에어손을내밀어파쳤던밀려나는누구도 got my back 달려야겠어힘껏준비는됐어 It's the end 아직까지는쓰러질수없어난좀더세게 run 可惜我都没听懂，不过真的好精彩，是韩文哈，是韩文英文，韩文英文夹杂在一起，就一直也是自己的 rap 的风格。我写 rap 的时候，我每一次会放一点加一点英文，因为我觉得英文在 rap 里面会很好，就是我自己的感觉中，每次写歌写 rap 的时候，我会放加英语。然后，但是其实自己的 rap 没有，就是自己想这么做就这么做了，没有说拜过什么老师学呀什么的，就自己本身的 rap 感觉非常好。我不知道我感觉好不好，我听音乐我自己写。因为我小时候喜欢听 rap hip hop 那样的、那样的音乐。期待Take 的新专辑里面当中肯定会有呈现自己感觉的 rap， 不知道新专辑什么时候会发。啊，其实我不能给你们说一个决定的日子，可是也许如果最快的话。8月份、9月份，好像奥运完以后，也许吧。那送我一张。好啊，好啊。对，那你们每四个人，每个人签给我一张。四个人都签。在一张签四个人。好。OK。嗯，好，我们期待这样的一天。然后呢，我们也祝愿 Take 和陈炫都在中国能有非常非常好的发展。谢谢，今天到这里。大家包容，拜拜。对。